现场以及屏幕前的各位赛车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狼队对战 KZ 的计时赛抽签环节。根据规则，本场计时赛赛道将从此前选定的赛道池中抽取一张。本周赛道池中包含超神基地、天空之神、角色江西三张赛道。下面有请裁判为我们带来计时赛的抽签地图。本场季赛抽到的地图是天空之神，本场季赛的获胜者将获得2v2个人竞速与1v1个人竞速首图的选择权。加让把时间交还给解说席。有些人他就是带这种 buff， 你不服不行，是吧？就像当时的极速航天城一样。对呀、啊，上周三次极速航天城，啊，这次，这周是三次天空之城，啊。常规赛一共上了几次啊？反正后面六场比赛就都定了，又是天空之城。这一次来看国服哥表演吧，是真正的国服哥啊。嗯，真国服啊，新鲜出炉的国服。1分03还是04？03.5。你觉得这次能跑03吗？国服是03.70，跑不到，那肯定跑不到。但我觉得啊，嗯，04.5。04.5以内应该两把能出一把。哦，这个把我很难想象哦。我说完以后，我是全凭直觉在说。你要让我理性去考虑的话，对联赛任何一个选手跑技术挑战赛，我都很难说出这样的话。因为昨天我上去抽图的时候就已经听到了，说这个天空之城，你可千万别抽到。抽到的话，沈刚才在台上可就已经跑了个国服了，结果上来真抽到了。这他有 buff。真有 buff， 搞不好这一周技术挑战赛就练这一张图。来看起步，看，我觉得这把咱们也关注一下阿毛啊，嗯，因为阿毛知道沈在天空之城的表现以后，看一下他能不能扛得住这种压力。目前来看是扛，因为这个甩尾过后啊就扛不住了，没扛住。前面这都不是15点，好、哦、蹭了一下，那侧身延不上，哎、啊，还能延上，可以，刚刚好。这个理解啊，轻杀，弹出来了，再轻杀，这几个弯道路线选择稍微稳定一些，因为这一把其实前面是有一些操作瑕疵的，是的，所以说，这把想要快的话是很难的，尽量先以一个比较稳定的。成绩先稳住局势，他真的能以稳定的成绩稳定吗？可以，我觉得他是以极限的成绩来稳定。看来这一把，前面这里跳起来了吗？没有断，没有断。哦，好，非常稳定的跑了一把04。好，好，好。04秒大，嗯。但我觉得这成绩应该够了，够了，真够了，已经够了。怎么说呢？阿毛，你要让他。常规之内用三次机会吧，我跑一把04，他是能跑到的。但是呢，他知道沈在这张图的一个计时能力，所以这个心理压力就会变得非常的大。是有的，嗯，就刚才能够看出来，前面极限做得非常好，是甩开沈了有一部分距离的，但是到后面呢就乱起来了，最后跑了一个07.1。嗯，后半段自己的操作失误是有的啊，嗯。看一下双方的第二次挑战吧，跑一把过一把。新人真的是拥有无限可能啊！是啊，尤其是从他的计时挑战就能看出来。嗯，来看起步。哦，这个快出，直接拉开，这个、拉道就拉开了。阿毛应该是拖了的，嗯，不然不会拉开这么多。沈的那个快出点呢，确实快。就沈很多的快出点，你就会感觉到一个非常快的一个操作衔接。就比如之前星梦游乐园有一个上坡的
慢中快速也是啊、阿毛这里还顶了复位，再把自己的氮气断掉，这波节奏直接乱 了。嗯，这心理压力大。那你说选手多什么？之前没有见过阿毛操作这么乱过，技术挑战赛他其实跑得挺稳的。是的，选什么手多？天空寻梦吧，天空，嗯，还是天空之城，天空寻梦吧，没必要天空之城。好，这把零四中小来了。我就觉得两把出一把零四点五以内，沈现在是轻轻松松可以做到的，随手就来是吧？好，零四点三四，昨天是04秒49，今天04.34，这谁顶得住啊？没人顶得住，近乎于无敌的一个即时挑战赛，太离谱了，真的太离谱了，04.34。你要说相较于自己的国服的话是相差0.8，但相较于之前的国服的话是相差了0.64。嗯，就国服同秒或者说0.5左右，他在计时挑战赛有限的机会就能够随手出，可想而知他的极限又到底在哪。嗯，这个不仅是宁青的极限在哪儿了，这到时候得问问沈的极限在哪儿。沈的极限就看国服多少破了就完事儿了。这真的现在台上完完全全两个极限哥在打比赛啊。嗯，沈和宁青。对啊，不过 KZ 还能再选一首花落下海。对，花落下海是可以在的，王图可以选一下。就你强任你强，花落下海我必选我。 对，但是用车方面基本上还得是锁天行，所以对的分数不大能拉得开，我觉得两分就已经很高了。嗯，靠一些班选赛道方面先做一些文章。来看一下王图 KZ 选择到的是花落下海，这个是绝对不变。对，这个是跟打谁都没有关系的。狼队极速航天城没有天空寻梦，选择了一个同款赛道。航天城这张图是沈在上场比赛唯一一个没有上十的，拿了8分。嗯，半途天空寻梦先办掉了。嗯，那这一场比赛狼队就是真的想垫呀。嗯，霍比特之旅。嗯，这怕打第十局啊。怕打第十局吗？赤城红叶。嗯，这张图宁青在克服了起步问题以后基本上出去06随便跑。嗯，阿尔法总部美洲大峡谷还在啊，昨天的这个美洲美，你要这么算的话那你